你们知道吗？我们在市面上所能购买到的蔬果，其中许多都含有大量的化学农药，而这些农药携带的重金属被吃进肚子以后，残留在体内难以排出，日子久了就很容易酿成癌症等疾病。Musang Heights Organic Farm 所生产的产品原料均来自高原中的有机果园，而他们的果园呢，坐落在四面环山的高山上，海拔约有400米高，空气常年清爽，常有雾气弥漫，被美丽的云海所包围。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远离喧闹的市区，也不与其他果园啊农场相邻，这保证了果园里的土壤能恒久的维持无污染的有机生态。为了确保农作物长得好，园主培养出多种酵素肥料，所以即使不打农药也可以开出好花结好果哦。园主坚持以这种自然生态的方式种植，确保了这些有机蔬果在制成保健品后不仅成效好，而且还有益于人体健康。这就是为什么 Musang Heights Organic Farm 的产品与市面上多数的同类产品不同。Musang Heights Organic Farm 的三大主打产品为红毛榴莲酵素、红毛榴莲叶茶以及番石榴叶茶。红毛榴莲的活性酵素能有效地帮助分解我们体内的农药与重金属残留，它也能够促进肠胃蠕动、排宿便、排毒以及养颜功效，并且预防癌症。此外，它也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和高血脂。它超丰富的维生素 C 还可以为饮用者增强免疫力哦。那当然，红毛榴莲茶叶和番石榴茶叶也各有它们特殊的功效。红毛榴莲茶叶是由抗癌之心叶子制成的茶，能够预防与治疗癌症。而番石榴茶叶则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预防与控制糖尿病，并且降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以及高血糖。它也能够帮助降尿酸与促进消化。正因为 Musang Heights 这种严谨以及坚持做到最好的良心企业态度，让他们在这几年以来累积了数量可观的忠实客户。客户们在使用过产品后，健康获得了明显的改善，使 Musang Heights 在业界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以及口碑。对于客户们的信任， Musang Heights 将不忘初衷，继续坚持把产品做好。